家好，我是 Steven， 今天我们干嘛呢？太空鳄鱼 Astro Gator 应该是台湾耳熟能详的项目，因为它的故事非常的励志。四五岁的高中生与他的家人一起制作的鳄鱼 NFT， 不仅赢得香港 Sandbox 比赛，一路红回台湾，一度成为焦点的台湾项目之一，引起了很多话题。人家在高中做 NFT 就可以如此的成功，你高中的时候还只会妈妈咋扣？而且你不要以为他只是出张图片就结束了，他们可是有 roadmap， 从去年8月发行一路经营到现在，并且现在有重大消息要跟大家宣布，就是他们的 Game Boy 要出了，大家期待已久，终于要在12月份发布。你的太空鳄鱼将进化成太空机械鳄鱼，陪伴你在 Astro Gator Reborn 里面一起 play to earn and have fun。 让我先带大家看看他们 Game Boy 的预告片。看完是不是觉得热血沸腾？你的鳄鱼就像超进化一样升级，因为他们星球家园毁坏，为了升级拯救家人，离开家园前往茫茫的宇宙中寻找重建家园的资源。某天太空船迫降在地球上，刚好遇到刚刚影片中的 Joyfish K 疗愈猫，帮他们疗愈改造成机械鳄鱼。然后这故事就是在猫猫的帮助下要探索这五大区域，核心玩法分为三类，收益部分就是有一些探索奖励，毕竟这五个区域都可以玩，以及可以统治收税。那游戏有两种角色，统治鳄鱼进行收税和查税，并且过程中有一些消耗啊，比如说你要升级、换装、繁殖、洗练等。如果你对收集有兴趣，也可以收集他们的套装、成就养成，而且他们释出的游戏暗藏玄机，里面是不是很眼熟？有很多知名的 NFT 联名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包含了这个 Eurocat、Formal Dog、Demi Human、极乐世界，还有天空中的四角兽羊驼，都是台湾很知名的项目合作，非常厉害。而且他们设计制作游戏的公司也是台湾新贵公司，是微数娱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。没听过微数吗？没关系，他们作品你一定听过，那《霹雳江湖》、《星斗罗大陆》、《RO 仙境传说》，哇，一堆知名的 IP 都是这间微数公司代理进来台湾推出的游戏。除此之外，现在也积极在帮忙开发区块链项目，所以这个太空鳄鱼与微数娱乐合作，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啊！这个实力强大。此外，太空鳄鱼的代言人也是身材很好，太空鳄鱼女，她就是乐天桃园台新梦想家啦啦队团长壮壮，目前有参加全明星运动会4 ，IG 高达20万的粉丝，而且也是短发，哇，赞！个人非常喜欢，他就是现在代言这个太空鳄鱼重生 GameFi， 合作都是强棒出击啊。除此之外，这个重生太空鳄鱼在微数娱乐平台还有另外的赋能，就是台湾 GH 平台底下的所有游戏，每款游戏台币1万额度的储值金额，200%返利，那也就是你储值1万块，给你2万的返利，并且永久指定通路储值9折折扣。也就是如果你想要玩微数娱乐平台的游戏，比如说我之前玩的 RO， 我想当课长可以疯狂储值，最高存1万，200%返利，或是你额度用完了还可以享有永久9折优惠。这200%返利跟9折是可以自己任选一个哦，不是一定要买1万才有9折优惠。所以你如果习惯玩游戏大氪小氪，买这个 NFT 可以直接享有福利，不用再去8591还是线上找人买，什么先除后给，被人骗尿尿的地方，非常实用且安全。那重点来了，这个既可以 play to earn， 又有新贵公司微数娱乐制作，又有短发啦啦队正妹壮壮代言的机械鳄鱼太空 NFT 太空鳄鱼重生，到底是什么时候发行呢？那他们将在11月上旬在 crypto.com 发行， crypto.com 也是耳熟能详的知名大平台，接着会在太空鳄鱼重生的官方网站做销售。11月17号第一波预售，11月18第二波预售，接下来就是11月28公售。所以如果你想便宜买到 NFT， 记得留意他们社群，先加入查看一下他们的发行进度，才有机会买到便宜的 NFT。 那 GameFi 的上线时间是12月6号发布，另外还有机会11月16号与代言人壮壮 AAA， 11月27号更是有持有者专属活动，超棒！喜欢壮壮的朋友记得关注一下。
好，以上就是这个 Ultra Gator Reborn 太空鳄鱼的介绍。总结，他们就是台湾之光太空鳄鱼，之前红回台湾，持续经营到现在，酝酿很久啊，终于要发行他们的 GameFi， 也就是这个太空鳄鱼重生。制作团队更是找了新贵公司微数娱乐，他们之前代理过一堆超知名的游戏，代言人更是知名啦啦队壮壮，当他们的太空鳄鱼女。预售的平台也是选择有名的 Crypto.com， 听起来很安心。除了可以 Play to Earn 以外，还有微数娱乐的赋能与加持，可以旗下游戏平台出资返利 200%， 或是你要选择出资九折优惠，超赞。所以你对这个太空鳄鱼有兴趣的话，或是你喜欢氪金的朋友，不妨参考一下这个太空鳄鱼重生 NT 和 GameFi， 以及记得加入他们社群，关注他们最新进度。那这期影片就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在下面留言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你的太空鳄鱼将进化为机械暴龙。